翻第集時間1:10。今日放假喎，但我唔明點解依然都有學生翻學。我哋學生即係今日10:幾我就去咗 KFC， 邊搖啊？跟住家仲未開，即係嚟緊就會開嘅。嚟緊學生餐最抵啊！我又見到好多信義嘅學生喺度食。再少少熱，1:71。喂，我食屎啊！呢次真係頂啊！左嗰條線區死食屎啊！我頭先走去 KFC 食早餐，因為本身佢長坐嗰啲有挨住嘅位啊。但相反真的沒有，就是知道剛才那裡有一個阿伯呢走去 KFC 不是吃東西，就是看馬，就是看報紙，就是覺得他在嘆冷氣，因為嘆冷氣要看馬，然後看完之後呢他不是吃東西，他沒有叫他吃東西，之後就直接走了。哇，在那裡暈吉的都不是吃東西，暈吉真係呢啲人見過好多次，佢成日唔係食嘢。但係都唔見，我係見過只有一個嘅，有啲人一個人坐四張位先可以。不如坐高凳啦，但見 KFC 好多全部都女仔，基本上個個都係讀成書都要走出嚟。我亦都見到一啲學生會，
跟住翻嚟又係好熱，今日都係好熱，今日都係預測又錯曬成，因為有罩雨，我唔見有罩雨，對唔住，我唔係眼睇，我真係見到罩雨。又遇到差佬，即係已經好見差佬。跟住喺嗰個 T 恤商場嗰個撳機，撳嗰個提款機咧，因為中喺 T 喺個 T 恤商場，即係舊嗰個銀龍咧，即係上邊銀龍嗰個窗口位，見到一個細路仔翻即係放學啦，第一話加埋佢阿媽買咗個飯盒，跟住就趴咗喺嗰度食嗰個細路。跟住佢阿媽話：，食快啲啊，翻屋企啊要。其實點解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你唔買個飯翻去食啊？話説話，點解要趴喺嗰度食咧？喺嗰個窗口位可以望出邊嘅啫。咁咧，成村人望住你，我真係見到成村人望住佢，就喺趴度食。跟住第日嗰個仔啊，就喺唔正經嘅食嘢度，係咁啊，走嚟走去。呢部打開試下啲電視歌，唉，跟住翻嚟冇乜嘢。後邊又見到喺銀行門口附近啊，見到一個人又係人哋阿媽，跟住拖住佢 B B 行，但係唔係用手拖住喎，佢係嗰個 B B 仔孭住嗰個背囊，個背囊下邊有條長嘅繩，跟住個阿媽就捉住佢繩行。我覺得佢係當 B B 一隻狗咁樣拖佢行，即係真係認真，即係當即係其實當佢當佢一隻狗咁樣拖住啊嘛，即係其實嗰啲係狗性定 B B 性？跟住冇乜嘢翻嚟打機，我唔温書對住，跟住翻嚟。在天盛街市門口中了兩個三B班，他們背著書包的，這些都說就是不知道什麼，所以搞到完了活動，一天放學，然後想一下，然後當時想一下，蛤？那是上學嗎？不是啊，那不是上學，那是什麼初中考試官就是全部都不用上班，心想，定都說我記錯了，其實今天要考試都我日走嘅日課，跟住嗰個零分，佢係值得我真係睇下，咪真係要就唔需要嗰時。但係睇過，因為放假咯，即係嗰啲又只係活動嘅啫。另外咧，阿尋日哆啦 A 夢嘅一集叫咩？人類設定時，一個人類時間表啊。你當初睇到一個叫 Kitty Kitty 寫咗一句嘢，信誒唔信睇下？佢呢個 Kitty 就話投向第一名耶！我話點解佢就點解我點解寫佢咧就？2017年嘅6月6日，第一個我見到很威嗎？炫耀，中出嚟七，
我自己個 APP 嘅我讀一次。頭香醫即係第一個睇到咁解嚇，但我見有啲片都係好多個頭香，即係全部都第一個。我想問呢個 Kitty， 你第一個睇到有咩唔有咩唔花弊？我想問下，係咪睇第一個睇咗之後有 MVP 攞？我真係想攞。係佢自己嘢，自己嘅問題。仲要係耶，即係你向其他人曬面。哎，我第一名，我第一個睇啊！即係莫講話，即係你話都唔知啦。其實我第一個睇，對唔住。其實咁樣睇唔係攞唔到 MVP。如果你連 MVP 都唔知咩 MVP， 咁你就收聲啦就。MVP 你 MVP 啊，唔係 VIP，VIP 係貴賓咁解。總言之 ，MVP 是指戰爭 game， 即係戰鬥唔需要第一名啊！哇，先講出嚟，哎呀，啲嘢衝出嚟柒，我真係唔需要衝出嚟柒，我就係知道我一陣間先，我陣間先要拎起佢，跟住就我又寫標題就話，哎，2017年嘅6月6日 ，Kitty 以為自己頭先第一個好鬼嘛。基於是佢又話：，哎，對唔住，跟住話第一個睇啫喎，我未試過第一個睇嘅。如果係未第一個睇啊，真係好唔好意思。我個 post 已經有十幾個贊好，咪再有一個追蹤都未追蹤都睇到。點解佢會睇到話事喎？佢係咪 search 個 IG 上見到我？一定係。你話梁哥收咗人哋錢，跟住結果俾人拉咗，抵死！收黑錢啊，即係唔知點解我一次咁多錢。梁哥又唔出聲咁，跟住俾人拉咗之後又喺度鬧啊鬧，即係快啲成樓好冇？不過判罪成樓，我想佢坐監，對唔住。我俾你上 monitor。